车步步齐进，登上国际版面。台湾机车总数超过千万台，去年全年销量更突破百万台。现在不仅数量创新高，就连平均售价也飙高。全球原物料狂涨，让机车厂商撑不住。预计今年下半年狂涨3500到4000元左右，均价站上7万元大关，也是5年来第三度涨价。太贵了啦！你这个是骑摩托车都是穷人啊！然后你涨了一下。小老百姓怎么办？还是会啊，因为其实我骑机车已经骑了20几年了，然后之前的那种一台摩托车全新的到3万多，现在就涨到7万，还是有点多。民众感叹机车真的太贵，想买车换车恐怕都会再观望。而询问中古车行业者评估，市场需求量也不会因此变大，民众可能会继续延长机车年限。巧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减少奖励金，或者是我提高价格给我的总代理这样。这样其实对消费者都一样，是买到的价格是涨价，市场涨的。所以第二季开始就会逐步看不同机种开始涨了。其实这是全世界的，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的问题而已。车厂表示，原物料上涨，像是用在排气管的触媒大涨40%，引擎用的铝也大涨40%，车辆用的钢铁也涨了15%到20%，轮胎用的橡胶也涨了10%，等于全车的原物料都上涨，未来机车族的荷包恐怕又要大失血。三选真心讯息报道。